嚣张老外一脚踢晕中国选手后，不断指着躺在地上的中国选手进行羞辱，连裁判都觉得这样的行为太过分，呵斥他走到另一边。本来格斗这项运动就是拿命赚钱，不说与对手惺惺相惜，起码不要在别人重伤的时候落井下石，如此的不近人情，简直让人愤怒之极。这个嚣张的老外是来自菲律宾的杰基里，的确他实力不俗，曾拿下菲律宾六届的泰拳冠军，但他既然来中国比赛，中国人必须要教一教他什么叫尊重对手。韩子豪出扫腿被杰基里抓住，韩子豪立马转变，一拳直接砸向杰基里的太阳穴，杰基里几乎是直接就晕厥了过去。试图想起身的杰基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裁判终止了比赛，韩子豪成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